同学们，今天是我这学期最后一次上课，也是我在台大41年了啊，最后一次任专任老师的最后一堂课，非常荣幸跟各位一起分享。那这一次也是讲的我这十几年来非常关心的一个中华白海豚的一个保育跟它的研究的分享。中华白海豚呢，它的学名啊，学名就要看拉丁文，要用斜体字叫 Susa chinensis。Susa 就是它的属名，一般我们翻成了中文的驼海豚。驼海豚，因为刚开始呢，发现这个种类呢，背鳍附近都有点驼驼的。那么为什么 chinensis 呢？也就是说，第一只模式的标本是在中国珠江的地方啊发现的。所以我们定名字、学名的时候，都会尊重啊当地的这个第一个标本发现的，不管是人名呐、或者是地方的名字，就会在这上面。那至于它的俗称呢，有时叫 Chinese White Dolphin 啊，就是中华白色的海豚，或者是 Humpback Dolphin 啊 ，Humpback Dolphin Humpback 就是驼，但是在我们这附近的叫 Indo-Pacific， 因为它出现的地方是在印度洋太平洋，所以又叫做印太洋驼海豚。那么这个鲸豚的名字老师已经都提过了啊，就是说因为大家不太统一啊，这些中文的翻译呢都很乱，所以呢大家为了沟通方便呢，在2005年在一次两岸三地的研讨会在台湾举办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啊，这个种类呢尊重它的学名，就叫中华白海豚。那当然最近同学们关心保育，也许过去10年在报上看到很多都在，或者是新闻上讲马祖鱼啊，刚开始老师讲哇，这是不是鱼啊，老师一第一堂课就说这是哺乳动物啊，可是叫了这么久以后我发现呢 还是这个分类不重要，重要要跟宗教合在一起，妈祖这样叫，大家就对他比较尊敬比较关心。所以说这个妈祖鱼呢在台湾这样叫，那它其实源自于厦门。厦门的人为什么会叫妈祖鱼呢？是因为他们开始看到这种种类，就发现到哦，每年妈祖生日3月23号的时候，海上就会有些白白的这些海豚呢出现，那他们就认为说是来跟这个妈祖这个过生日庆祝祝寿，所以他们就叫做妈祖鱼啊。那事实上我老师也被骗了一阵子，以前早期每次农历的3月23号就赶快出海都找不到其实后面我就告诉各位，它是呢应该是我们台湾西海岸当地固定的居民住在这里非常的忠心耿耿应该要领身份证的这种种类，所以它不是说到马祖生日它才会出现，它就住在那附近，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它。那台湾的渔民怎么称它呢？你要跟渔民打交道就要用台语念这两个字北鹅老师发音不准，那你们就自己这个调整一下。好，讲到白海豚事实上呢它并不是白的哦，它刚出生的时候，来我们看看这只白的是妈妈这旁边刚出生是深灰色很均匀的，然后慢慢长大呢身体就变成灰色，上面就变成出现很多白斑就灰的比较多白的比较少慢慢再长大呢越来这个灰的斑呢黑的斑越来越少，最后呢就会就是我们叫成熟，看起来整身像白的或者有点粉红在香港叫做粉红海豚。那因为这个颜色变化，所以我们大致就可以分成它的斑点有斑点没斑点，斑点多跟少分成1、2、3、4、5、6。那我们就暂时说这个是刚出生的啦，这个是这个青年这个是壮年、青年、少年、幼年，大概是用这样名词。可是事实上这个颜色还并不一定完全知道说到底在这个时候什么时间成熟，那大概就分成6期。它性成熟，上次我们上过了生活史，知道这个什么时候性成熟很重要，然后它寿命多长也重要，因为攸关于它这一辈子可以生几只小生几个宝宝，然后可以传宗接代，也就会了解这个族群呢到时候它的上升下降当我们人类去过度的去捞捕的时候，它是不是有这个能力赶快的捕回来所以这是生殖率是非常重要的。那上次老师有说过了，这个一只海豚或鲸鱼妈妈一辈子大概最多生几只小孩大概是10只左右，
然后野外呢，如果死亡率一半是很正常，好，我们就乐观一点说剩下一半。所以说一个妈妈呢，如果我生了十个孩子，我有五个呢活下来啊，再让我当阿嬷啊，这就成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代之下呢，十个孩子有一半是男生，一半是女生，所以五个女儿呢，然后再活下来一半，就 2.5 算两个，保守一点。所以我这一辈子呢，这成功的拉拔两个女儿让我当阿嬷。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种的族群它的这个成长是很慢的哈，像我们病毒就很快啦，你看最近哇搞得大家鸡飞狗跳，变种又快，它的繁殖每一代呢时间很短，所以呢它可以繁殖得很快又变得很快。那我们鲸豚就很可怜啊，一辈子嘛只有这个母亲大概平均两只啊，生两个女儿在传宗接代。好，那讲到它的分布，在世界上分布呢，在早期啊资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当时就认为，来大家看，这个是太平洋啊，不是印度洋，这个右边是太平洋，所以当时我们认为说，沿着这个印度洋边边，还有这个澳洲北边、印尼这里，还有太平洋，是它的分布范围，全部都叫做中华白海豚啊。那可是最近研究呢，最近一二十年研究很多，就开始进一步的把它分类哈、分种。那同学们看到这个分布图，你有什么感觉啊？哎，海豚不是很会游泳吗？可是它在这个地方分布是怎么样？很靠大陆边缘，对不对？那如果一个生物很到大陆边缘的话，那它的命运就怎么样？大概就不怎么乐观了哈，不怎么乐观了。当然这个图好，刚刚讲到近年被分哦，来我们来看看这边，我画了一个箭头，是这边在这个西非。有另外一个当时承认一个种西非的驼海豚，那至于这中华白海豚，全部这边呢后来分类的被切，从印度半岛切开，这边的叫做 Plumbia， 就是灰色的啊，比较灰色的这种 Susa 啊，千色驼海豚。那这一边呢靠澳洲这边呢又叫做澳洲的驼海豚，那剩下来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中华白海豚啊这个出现的地方。那这是最新的一个报告啊，总共驼海豚有几种呢？四种，一二三四啊，澳洲这有一块啊，东西非有一块。那东非就开始连着太印度洋一直过来，在印度半岛差不多这个地方切开，然后这边有红的小点点，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两种呢，它同时会共存。好，共存，那我再放大一点更漂亮。好，这四只同学们仔细比较看看，背鳍谁有驼谁没驼啊？上面两个有驼，对不对？就是沿着非洲这样转过来，东岸西岸有驼，然后慢慢的呢就都没驼，澳洲的没驼，我们这边的东印度太平洋的也没驼。再看颜色呢，也很不一样，有深灰色的，有浅灰色的，还有我们这个是粉红是白的，所以可见呢它们变异是不小。那至于我们台湾这个地方，这个白色的还可以再分吗？那么最近呢在这个2015年，王岳超学者呢，他们就比较大陆的跟台湾的香港的它的体表的斑点的颜色，认为呢这非常特别，台湾的很特别，应该是叫做台湾驼海豚亚种啊。也就是说这个看台湾的是在这边啊，上面是厦门呢，这个还有香港的，你可以看看，尤其是背鳍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啊，背鳍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呢这个点点非常的深色，很多的点，那他们这边就比较白。那如果你作为一个统计图呢，就会发现上以背鳍这个地方呢，背鳍的他给他分数，譬如深色到浅色一分到四分，这样每找很多学者，大家就给一个分数打分。那么背鳍这个颜色的 score， 它的分数呢是比较高的，所以绿色这个地方就台湾的，跟人家有分开。那当然用体色这个分成这个种呢，也有些人不太接受。那如果用 DNA 啊，像大家知道病毒呢要分哪边来的哪边来的，我们都要用 DNA 来做一个区别。那么在2006年呢，以前我的一个研究生，现在也是姚秋如博士，在科博馆当时参与我们林务局计划，就拿了少数的标本，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标本呢，我们看看就是它的肌肉标本这是中国来的，台湾的这中国台湾中国这边就印度这边又有一个中国，所以它以这个 mitochondria 就是粒线体 DNA 作为一个这个分，这做它的分析它的这个它的基因的这些一些
组成，譬如说有四种，对不对？然后就看它们的重复相似性，哦，这很复杂的。看它亲缘关系呢，发现到你可以看到台湾跟中国都聚在一起，分不出来。那后来呢，他又再做了一次啊，这个几年前，那还是一样分不出来。好，所以关于分类就达到此为止。那不管分类你是独立种哈，啊，是亚种啊，不管怎么样，他们住在我们台湾的西海岸，各位同学，你可以知道非常靠岸，于是呢就面临了我们人类在岸边在沿岸的一些活动，那么受到这些冲击，比如说栖地破坏。现在我们要盖这个像藻礁啊，对不对？要盖的时候，那把这栖地呢扩大，弄一些填土啊，那大家就抗争。那么在十年前，国光石化想要在这个我们彰化的南边啊，要填很大啊几千公顷的土地，那当然就牵涉到它的栖地会破坏，原来海豚住在这儿嘛啊。然后可能最近呢，台中港也在思考，希望要扩大它的堤港堤，把它提出去啊，那个堤在外面建，所以。那这样原来海豚的家乡呢也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啊，是不是消失还是只是破坏，这个就是要深入的研究。那么另外还有讲污染，大家都知道我就不用多讲了啊，海水里面路上的这些污染源经过的河流一直到水里去啊，那有重金属的啦，也有有机的污染，渔业也是一个不容小觑啊，这一个冲击。我们如果你关心的话，只要你到我们台湾西海岸，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鱼货上来非常可怜，那鱼都好小，像白鲳鱼，我不知道你爱吃吗？以前老师年轻的时候都可以常买到好这么大啊，一个手掌抱不起来这么大的鱼啊，现在你去呢，小小的一个手掌的都上来了。还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有种黄鱼，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现在几乎都灭绝，台湾的西海岸根本没有了，只有一些养殖的。好，最后一个噪音干扰，就是最近最流行的，开始离岸风机要在我们西海岸建，那么它这个造成的噪音呢，是大家先关心的。那么关于这个种类在全世界现在保育的状况如何，我们来看一看。国际上呢有一个 IUCN， 就是 International Union of Conservation of Nature 吧。好，它有个红色的清单，红皮书也可以这么说了哈， Red List。那里面呢，它把各世界呢各地方的各地方的这些保育类动物呢分成两级啊，有一些那台湾的这个族群它特别挑出来叫做 critically endangered， 就是极度濒危的等级。那台湾这个族群或者说台湾这个亚种而不是这个种，那其他的那些族群呢在中国大陆也蛮多的，它是叫做 vulnerable。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层级，就是说最严重就是 extinct 灭绝了，或者是 extinct in the wild， 在野外已经 extinct。 OK， 然后这个接下来 threatened 就是被威胁的，有分三级，其中最严重的就是 critically endangered， OK， 叫 CR 级。那么其他的种类呢，我们是放在其他的族群，对不起，其他的族群呢，白海豚族群是放在 UV 级，就 vulnerable， 很脆弱的，这一级。好，那我们国家呢，我们的保育类动物有一级啊，量级，这个还有就是濒临绝种，珍贵稀有啊，第二级，然后就是其他英语保育类比较简单。那我们所有的白海豚呢，所有的鲸豚类都是保育类动物，但是白海豚呢是特别列在这一级保育类，也就是说极度濒危、濒临绝种的。好，那我们台湾呢目前呢这个有关的呢是公布了一个重要栖息环境，好，这是在去年，待会我会再解释。好，关于研究的历史呢，老师也列了一些，那时间有限，同学们就自己看看。这个老师呢从1990年啊，上一次我大概简单的补述了一下，1990年开始跳海，从陆地上的研究跳到水里去。那么刚开始也没什么钱呢，1992年呢我们得到一点小小的支持，在农委会，当时保育的科这个任务还在农委会那边，还没有移到林务局啊。那时候我们就拿到一点小的经费，老师就找了这个中山大学的莫教授啊，还有海洋大学的陈教授，两个团队呢合作起来。那现在他们两位老师都退休了，那我也差不多了哈，然后我们再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台湾呢，
就彰化、澎湖跟金门的渔民说有看过，好，有看过。那这个当时的研究呢，因为这个很少，所以我们就比较慢啊开动。第一个先去做搁浅啊，下礼拜吧。那杨老师会再介绍，深入介绍我们搁浅的这个怎么发展啊，怎么处理啊等等。那后来又在推动赏金，到最近十年呢，才回头来挑战这个高难度的研究。那在过去的研究最早呢，我们从1994、1995年呢，在这个得到香港表的赞助啊，在金门那个地方做了一点粗浅的研究，也跑到厦门去，那一只也没看到，只有在报纸上看到有一只金门活体的鸽血。啊，就证明了说当时金门呢的确啊，除了渔民说以外，我们的确有这种。有这种 case。 那在2000年的时候呢，国际有名的学者叫 Jefferson， 他就发表一个文章，认为呢白海豚在我们这个区域呢，中国大陆跟台湾这附近呢有8个族群啊，但是台湾没有。虽然当时我跟他说我们有访问到渔民，可是因为我们没有研究人员出去拍照啊，所以他不承认，所以列了8个族群，比如这可以数1群、2群、3群、4群、5群、6群、7群、8群吧，哈。那好，那么2002年到2004年呢，王岳超博士啊，年轻的王岳超博士呢，带着助理呢就。得到一个国际的赞助，就从这个香港海洋公园的赞助呢，就从这个北边那富贵角，就是台湾的美端，然后一直在坐船呢，一直走到台湾的高雄的北部，做了一个初步的查，这个调查。那么他连续的这个做了3年，每年都暑假的时候去做，总共呢发现了35群啊。第一个研究终于有照到很棒的照片，所以在国际上一发表，大家就终于承认，哦，原来台湾有白海豚呢。当时他估计说约99只，可是呢他的 variation 就是变异呢。蛮宽的，各位可以看，他当时报告写说有37到266只，所以各位有机会如果看到早期的环保人士呢，非常热心，就会说啊，我们台湾曾经有260几只白海豚啊，那没几年，周教授研究就剩了60几只了，哇，就很恐怖啊啊，那待会我们再说。那我们的团队呢，是从2005年再跳进来做，到2015，现在后来2016、2017、2018到2018年就停止了。目前是将近1000趟，好，一趟就是出外一天，将近有1000趟的调查。好，接下来这些资料呢，汇整以后给大家一个轮廓，重要轮廓。第一个，它在台湾西部的海域分布到底有多远呢？东部我们发现只有一个记录，可能是迷路的，那北边没有了，南边也没有了，就只有西边。西边大致上是苗栗，好，那边到台南的北边，好，大家注意，苗栗到台南的北边，那分布呢在哪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个蓝色的线呢是水深20公尺，同学们，水深20很浅吧？水深20不像我们东海岸要去赏金，一下去就1000公尺、2000公尺了 ，OK？ 然后你看这红点点，每一点都是我们很辛苦在海上看到的啊，是我们的助理研究生非常辛苦，而且老师呢也要想办法拔了头毛去找到了钱，对不对？每趟出海都是万起跳，很多万的哈。好，大家再看看这个点，看到没有？非常靠岸，对不对？啊，原来如此。老师早期的时候就很想找他，听到马祖一每年马祖生日，我就赶快哇拿到一点研究经费，赶快找学生，我走走走，我们出海，一出去一趟、两趟、三趟、四趟、五趟、六趟、七趟，全部000去简报的时候，我就看到官员脸都跳发青，说周教授你怎么回事？得丢了这么多钱，花了几十万啊，零啊。那后来原来知道，你出去呢不要这个傻傻子往外冲啊，要很靠岸的啊。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它很靠岸，那到底多岸呢？我们就记录啊，它在什么位置啊？比如说，它在水深是多少啊？距岸多少啊？那当然水温啊、盐度啊、pH 啊、NTU 等等。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早期啊 ，N=500群的时候的资料，所以平均大概是7到8公尺啊，水深。同学们真的很浅吧，7到8公尺，离岸呢1.5公里，1.5公里，各位啊，一公里走15分钟，1.5公里走20几分钟走完了，好，这么近的地方啊，大家可以看看。好，那么早期研究呢，我们就想说怎么样来做一个跨域不同县市的比较，跨年的比较，那一定要怎么样，要标准化这些资料。
标准化，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每个县大致分成两段，南啊北啊，南啊北。然后呢，这标准化什么意思呢？就你在海上用固定的速度走啊，然后看到啊几群记下来，那你看到几群要除以你在海上走的这个距离，这叫 effort 啊，努力量啊，翻成努力量，哎，也就是说你花多少，不然有些人在海上天天在海上走了几万公里，然后他当然就看比较多啊，你不能说那样子看到很多就是比你多啊，所以要一个标准化的动作。好，经过这个标准化的动作，来，同学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数字。所以在早年到2012年以前呢，你可以看到，诶，苗栗南边到这边哦很多，然后又很少，然后很多，所以老师形容说，哦，白海豚在台湾西海岸的分布啊，像着美丽少女的身材，对不对啊？34、36、24、36啊，两个热区，这样讲了很多年呐。啊，两个分布的热区，一个在北，一个在南，南就在云林的外面，但是视线会有变化的，如果你继续做的话啊。好，那这是原始资料了哈，老师还没发表给你们参考啊，那你们就不要拿出去哦。OK， 这是08年到10年，就是三年，这中间三年，这最近三年，好，到这个就看不见了。Anyway，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红点点，看到都是这很像嘛，那到底要怎么样来比较呢？好，再做一个标准化。好，这个图就是很棒，花了我一辈子的心血，我们这个实验室前仆后继啊，不知道几十人，经费那也都是千万起跳了。好，同学们看看这个，好，同学们专心看一下，比较一下，你告诉我你发现什么。首先早期是两个热区，有没有看到啊？这边就是这个刚刚讲的标准化的目击率，越红的就是越是热区啊，从红色慢慢降到橘色、黄色、绿色、蓝色。所以早期你可以看到红色的热区，在一个北，在苗栗南边到台中，一个南在云林到外山顶。慢慢慢慢，你先看南的热区，随着时间它怎么样，变得越来越少，比较没有那么热了。哦，它的这个 sighting rate 就是目击率呢，开始下降，下降又上升了，哦，然后北区呢，它的热区呢，哎，会移动的，会往南再移一移，然后越南越热，然后呢又开始分散要上去。不过整体来看，同学们，你会整体来看它是增加还是减少？整体看红的越来越少，对不对？所以是有危机的。好，可惜我们2020啊没有资料了哈，那这是一年的我们就不讲了。好，那至于它分布到底有多广呢，这就很难，必须要很多的眼线在海上到处搜索。那我们早期呢傻傻的往前冲，后来为了考虑预算有限又要成果，所以我们就很靠岸走，那也做出来它的确是很靠岸。这个过去十年之内呢，因为很多的离岸风机要开发，所以感谢那些风场呢，就提供很多经费，找不同的团队在海上走出去调查。那我们的团队没有看到白海豚，但是邵广昭研究员他们做鱼类调查的团队，他的助理有十几年海上经验，居然在澎湖岛的北边 B 这个位置看到了白海豚，哇，他的兴奋，那是2016年吧，哦，2016年最新的发现。那同时我们也往北延伸一点，往南再延伸一点，所以它的出现的范围呢也可以扩大降。那这么多年来，我们也就是一直照一直照，尤其现在啊又不像以前幻灯片啊，这个电子相机可以一直照一直照，回来照片非常的多。那么这是每一年08年到18年10年，我们整个累积了有40多万张照片。那照片呢拿回来之后呢，就给它放大每一只海豚呢，你可以看到这是放大，这不是一照就这么大哦，一张照片里面海豚可能小小的，你必须要有高解析度的长镜头照回来放大还看得清楚，然后开始一只只剪下来，就好好的去判断啊，这个哎，你看这背鳍有凹下来啊，哦，这有个伤疤呀，哇，这好多刀伤啊，这有点点有它特殊的花纹，用这样方式一只一只的认，真的可以认出来。好，举个例子来讲啊，我这里有一只，这里有一只，你可以看到，我们就给它取名叫 balance， 一只雌性。
那么他当时认识他的时候，2008年的时候叫青年个体啊。2008年我们发现呢，它的出现呢不同的年我们就不多讲了，在它分布了跑来跑去，就可以了解好像探秘一样，就知道它的轨迹。那么我们就这样子的这个那么辛苦的要去辨认每一只海豚啊，除了了解它每一只它的生活以外，如果我们这样累积起来，就可以真正的知道说它到底有几只住在这里啊，那就是这个族群量。所以呢，我们就按照这些斑点，还有一些缺科呢，所以累积，好像户口名簿一直建档，到目前为止，哦，总共累积了80只啊，80只。那么这张图呢，我可以看就是横轴是我们出海的趟次，随着趟次的增加呢，纵轴是累积认识的海豚数目，好，你可以看它一直成长，啊，到后来慢慢已经达到一个高原期，也就是像我们现在啊，最近疫情的确诊人数虽然蛮多，但是我们期待它是不是这几天能够到高原期，然后慢慢就会下来。OK， 好，到了高原期呢，就看到说我们大概这个是非常珍贵的图，虽然很简单，好，来看看这个图呢，就总共我们累积认识多少只海豚，从这个2008年是60几。哦，一直上来，然后累积的最近都是80，啊，可是我们每一年呢出海大概有100多趟，那么100多趟回来之后认识几只呢？你可以看到刚开始都62、64、65，一直这样小小的波动，所以为什么早期前十年我老师也都没有讲什么话啊？虽然保育团体很关心这些白海豚，说以前曾经调查，王博士说有260几只。到了周教授呢，只剩下60几只，所以很可怕。啊，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我调查这几年都还蛮稳定的，一直到最后两年，2017-18，从60几只掉到58，掉到51。那最近两年呢，老师查了一下，海保署他们也有进行更大规模的调查，更大规模范围更大的调查，这个2019年说是47只。去年说32只，所以各位同学，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已经面临蛮大的危机啊？蛮大的危机，这下是真的了。那么全世界它的分布到底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这有4种，刚刚讲了，台湾的呢就是中华白海豚 ，Susa chinensis 在这边，你可以看一下这不同的研究报告呢。不同的族群有49、76、99，然后只有这个是香港啊，就是珠江 Pearl River Estuary 珠江口那个地方，就香港这个地方大概2500左右。那这是早年的研究啊，大概10年前的研究，十几年前到现在呢，已经很多的死亡啊，这些，所以我们物语估它现在大概只剩1500左右。好，那还有一个湛江，好，所以由此你就可以看到。台湾的地方呢，跟他们也算是少的啊，少的不算多。这边有一个99，是王月超2002年的资料，99只。OK， 好，我们对面呢，这边是厦门，是九龙江口啊，很重要。香港这是珠江啊，这珠江，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湛江，刚刚讲的这边是中国大陆最大的一群，湛江是第二大群，在这个地方。那这里呢是表示好，讲到白海豚，来，好，介绍一下啊，白海豚的个体的辨识哦，刚刚讲的很多，其实是非常困难，要花很多心思，很多的耐心，一只一只认。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知道说，认出每一只，也要希望知道它年龄大概多少。那我说过了，这个年龄估是很粗放的。好，这边有些定义了啊，就分成了6期，比如英年、幼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那这是我们中文这样翻，大家比较听得懂。可是事实上呢，在英文上是以它的外表，譬如说，身上这个。没有斑，可是它是深灰色的 calf 啊，就是幼刚出生的，
或者是没有斑的呢 juvenile 就是年轻的还没有成熟的，那成熟就在 motor 的呢就是好像糊成一片，在这个地方附近什么地方它就开始可能成熟了、哦、然后再慢慢越来越老。 OK 好，那这是我们台湾的照片，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深灰色，就是刚出生的，然后浅灰色，然后呢有斑点很多糊在一起叫 motor 的，这 motor 就是有点斑驳式的，然后到 speckled 的、啊、或者到 spotted、啊、speckled 比较大块， spotted 的比较少，然后 unspotted。 OK， 那既然知道大约分年龄，我们就看看我们每一年的这些认出来的个体每个是第几期呢，把它整理以后大家来看看，这是2008年，这是2015年，你可以看到、哦、这个幼年的是差不多在这边、哦、上幼年就是幼年跟加英年英刚出生的、哦、我们合在一起，然后接下来这是少年，这是壮年，这是青年，最上面是老年，所以可以看起来这个就好像我们常常谈人口结构，像台湾现在有隐忧，再过4-5年之后都是像老年会超过20%，所以我们现在对于长照，对于这些老年呢未来要怎么样在这个跟台湾跟大家相融相处这是变成我们未来也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看看白海豚呢，哎，它这个老年占多少啊，同学们看看早年多一点点，大概5%，然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于小于5%，那这正不正常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有限的资料里面简单的整理了中国大陆 Jefferson 他以前做的研究，好，那外国目前对这方面的报告还不是资料不是很多了哈。那我们看一下，就是以成熟的或老年的好了，重点在老年的，台湾的呢我们大概只有 4.6%，而中国的珠江口呢几乎在 20% 左右，所以可以想见呢这个差距的确是明显的太大了。好，那我老师就想问一个问题咯，同学们想想，当一个族群量老人特别少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年轻的生得多这个族群很好，还是因为老年人活不久早死？所以这就可以提供大家再继续的探讨，继续的追踪。 OK， 好，那这刚刚讲它的年龄结构，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族群活动范围有多大呀、哦、那我们就比每一只刚刚看到了每一只认出它的名字它出现的地点 EABCD 1234这样把它连起来，以最对一多边形的方式把它这样估算出来，那估算了有57只，比较至少看到10次以上，你不能看2次3次、哦、这样画10次以上，那平均每一只大概200平方公里、哦、它们出现的地方呢如果宽度我们大概简单的估2公里的话，意思就是说它沿着西海岸很容易它的家乡呢就可以拉100公里长哦，100公里很长的，一下就可以跨3个县市了，所以说、对它来讲它的家就是这么大，那你的保护区就很辛苦咯，要做就要做大一点哦、那每一个个体差异很大，年轻的年老差很大，那么随着年龄增加减少，也就是老人家就越来越小，哎，这个很正常嘛，就像我们人一样，年轻的时候喜欢拍拍照到处走走很远，年纪大了以后找到你喜欢的地方就定下来了。不管怎么样，整个族群分布范围我们大概估了大概是7500，就算7600好了平方公里。那我的研究生呢有一个叫侯文、哦、有3个研究生前仆后继、哦、叶智慧、侯文、李介智三个孩子呢，他们很辛苦的把每一只海豚它的名字叫什么，它出现的位置把它点出来。来，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哦、横轴是海豚的编号，就是每一条 这长条就是一只海豚，纵轴是它的纬度，好，同学们纬度，那意思就是说你看这边是高纬度这边低纬度，所以就大概是北边的、哦、北部的北部海豚南部海豚，那你看这每一条呢中间有一个圈圈，就它主要出现比较核心的位置，好，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呢、欸、它都是在北部，它的核心家乡也是在北部，那像这个蓝色的呢什么意思啊，它的核心位置在家乡是在北部，但它有的时候会南漂一下、啊、去那边玩一玩或打个工又回来了。那这个粉红色呢紫色的呢就是
会北漂的啊，在座不知道有没有北漂的人啊，北漂的这些个体，然后这些就是住在南部的个体。OK， 好，这是第一位这个研究生啊，叶智慧做出来的。这是第二位研究生呢，啊，这个侯文同学，同学们仔细比较上下有什么差别？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先看南部，南部的怎么样？明显的变少，意思就是说居住在南部的定居型的居留者，像这个居留者变少。第二个，这个整个乍看之下，每一个长条是不是很多都变得比较长？那比较长什么意思？就是它的活动范围要扩得比较大。啊，同学们，活动范围变那么大，每天这样跑来跑去，哎，好像很好玩哈。可是如果你是讨生活要吃饭的话，是不是就比较辛苦？所以是不是就有可能解释说，在现在的环境的恶化下，食物越来越少，他们要吃饱就要走打鱼呢，就要走得比较远去冒险。那所以呢，也许老人家就比较容易营养不够嘛，就活得健康不好，就早一点死啊。所以说他们老个体少，可能是跟死亡有关。好，那。但是死亡，如果真的我们收回他的尸体，像这边啊，这是编号，海豚编号，写个红色死亡，就表示我们的确在搁浅的时候呢，找到了他的尸体，认出他来，登录啊，户口名簿登录死亡。但有一些呢，可能好几年没看到，像这只看到一次，后来都没有。OK， 那像这只呢，哦，这死亡了。那有一些呢，哦，这连续死，这个以前都是小的，刚出生的。然后到这时候再看到它，所以我们就会被每一只类似这样子表格一直记下来呢，啊，记下来呢，然后又同时看到每一个个体，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有明显的外伤，有没有看到？这有疤，这有疤 ，OK， 还有这还有网子嘞，哦，人家说这个叫蜈蚣网啊，就他们捕螃蟹的捕什么的蜈蚣网，不小心弄到他身上去。啊，看到这边有疤，所以呢没有疤也有病啊，这个很辛苦。所以说我们就把呢这过去呢到现在，哦，总共从2008年到2018年，总共11年，我第三个研究生李介智呢就非常仔细全部检查了这过去40几万张照片，然后就发现呢确认了有34只，就是在我们这一群里面他出生，我们追踪的很清楚，然后一直跟，如果呢他有活到3岁以上，就他第4岁的时候就说 OK，哎，你这个的确会活下来了，我们就把它放入我们的资料库到户口名簿上面。所以为什么这个总群数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误差，就是有些人呢定义我们早期呢反正只要认得出来2岁1岁也都算了，就会只数会多，后来越来越严谨，就是要4岁才算。好，所以说就是让大家知道不管怎么样都是80只上架，整体的有带户口名簿有80只啊，然后这有些活，这34只呢是在这个团体里面新生出来啊，那有些活1岁，有些活3岁，有些活4岁6岁等等。OK， 好，刚刚是出生是开心的事，34只生出来，那么在原来我们资料库里面的损失了多少，死亡了几只啊？那我们确认总共确认呢，搁浅的确认死掉6只，那其中呢有2只是。成熟的个体有呢，婴幼儿各2只，所以说成熟的个体呢是老年的，哦，这个粉红色这2只 ，OK， 好，那么有一些我们没有找到它的个体，但是呢，哎，它没看到，明年没看到，后年大后年连续呢3年以上，超过3年，第4年还没看到。我们就说他非常可能死了，就是非常可能死了，所以我们就以这样切，这个横轴是几年没看到，有1年没看到，2年没看到，3年没看到，这是只数。OK， 所以这样子来整理之后呢，就发现到有14只啊，超过3年没看到。好，讲了半天，好，同学们总结，这11年来，我们中华白海豚这个族群或这个亚种在台湾。到底它的族群的未来是看涨还是看跌？好，同学们看涨看跌就这个喽。哦，等于是进来的增加34只呢，最后有11只进入了资料库，所以增加了11。那么死亡呢？就是搁浅，的确我看到它死的有4只。那么消失3年以上的有13只啊。哦，
就刚刚我们看的啊，这个四加十三十七，同学们，十一比十七，请问各位，他们未来是看涨还是看跌？好，同学们再记得一下哦，十一年增加了十一只，平均一年一只；十一年死了十七只，平均一年就死了快两只，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简单就要进入快要进入这个离岸风机了，这边我就稍微走快一点，它的发生前面也有一些提过啊，我想大概杨老师有介绍吧哈，就一般它发生有两大类，一个就是叫做 click 啊 ，click 这个重要字 click， 我们翻成滴答声啊，这个回声，它回声定位用这种声音。第二大类是像鸟叫一样叫哨叫声，英文是 whistle。Whistle 它是一个窄频的，比较窄的，我们可以听得到，一般用在社交活动。那 OK， 好，这边就不再多讲啊。那么发的声音有两大类，那你可以发声音，当然听力是怎么样呢？这个做研究一定要在就好我们去医院啊，医生放声音，你就听到的按一下，听到按一下。可是海豚呢，你就很难跟他说哦，你听到吗？叫海豚表演一下，它也不会动，对不对？那这个训练也很难。所以现在科技发达，可以在他的脑这边接一些接受他的脑波的气，当他的这个听觉的有听到的时候，他的脑波就会这样往上就会显示出来。所以呢，现在科学家呢，这个生理学家就利用这个方式去测定说到底鲸豚的听力在哪里。好，那这个图呢，解释一下，横轴是频率，就听到的声音是低频还是高频啊？大家注意一下。频率是用 dB 当单位，它通常都是对数啊，对数成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 K 就是1000赫兹，然后这边变 0.1， 这边变10个 K 赫兹啊，100。那纵轴呢是它的声音要多大，在什么频率呢，它就会听得到，这个是它的临界线，叫做阈值，我们叫做 threshold。OK， 所以同学们你看看这个，由这个图呢是好几种种类了哈，我们也不用被。这每一只海豚不同种类图，它最敏感的是在什么频率呀？应该是最凹的山谷吧，就是在10K 到将近 100K 这个地方， 10K 到几十 K 的位置，它声音最小，只要40、50、dB 它就可以听得到。OK， 所以要记得，一般的海豚，这些都是海豚，它的声音就听得非常高频。讲到高频，我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我们人类听的频率范围是多少呀？20到20，很好背，20是真的20，后面的20是20K， 来，也是说20K， 这个是十，20多一点就一格在这里，所以呢，20呢要在这边，所以我们是大概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跟海豚是有非常的不同。好，那中华白海豚到底听到哪里呢？有两篇的研究，那目前研究也就是有一只刚好搁浅到了水族馆的用方式做，就做出这一只它的 threshold 黑色的，可以看到哦，常常讲就是这是十，这是5K，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好，在这个在这个五十这个地方，好，往左右，在这边往上到将近100，好。接下来它吃什么呢？那么根据一些资料，中山大学的陈孟谦教授就搜集了一些很多的外国的研究，因为我们台湾为什么没有呢？啊，很遗憾，每个搁浅的标本胃里面是空的，所以我们到现在没有真正自己的资料。那这是从澳洲还有香港，他们有死亡搁浅，他们的标本很多，那胃里面有食物，他们做了整理。你可以看到这三个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叫孤鱼啊、梅童鱼啊、灵蹄啊，这种都是属于食手鱼科。食手鱼科又讲的，大家觉得很玄，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西海岸呢，最多的就是以前早年有黄鱼，有没有听过？黄鱼的肉特别细啊，我小的时候最爱吃的，那些就属于食手鱼科那一类。OK， 所以它最喜欢吃的啊，这个跟我们人类也是一样。但另外还有就是蹄科、腓科，还有白带鱼啊，比较少一点。大概主要是这四科的鱼类。好，那这就不多看。那么鱼长什么样子？来看一下啊，这食手鱼大概都长这个样子。
腓科跟蹄科呢，基本上有一个特色告诉各位，就是它的腹部啊，一摸起来特别扁，好像刀子一样啊，刀子片，像这个扁扁，像不像那个刀子啊？这样 OK。那带鱼你们认得长长的，好。那最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谈一谈中华白海豚在我们台湾住在这里面临了一些什么样威胁啊、哦？这四大项有一些环保团喜欢扩大变成五大项，把溪水减少啊、哦、也放到前面变五。那我喜欢把它合并啊、哦，溪水减少就影响它的栖地，所以整个是跟栖地有关，栖地一的恶化或消失。好，那第一个。我个人觉得现在目前最严重啊，就是渔业误捕，还有渔业捕了太多过鱼这两个字，过度的捕捞过鱼。首先误捕，我们刚刚看到了啊，海豚身上呢有很多的疤，大概是40%左右，10只里面有4只身上都有疤哟。那么有一些也可能会误捕死掉，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好，就是找到明显的看到马上他这样误捕死掉。那有一些很聪明的学者，像黄祥林博士，还有纽西兰的 Slotin 博士，他们就用数学模拟去计算，在我们现在有的只数，还有他可能一年生几只，刚我讲了，他一年可以生几只啊，活多久啊，他们就去推估说这个族群量，假设外面玩的外力呢，渔业把它弄死了几只呢？在某个限量之下是 OK 的，所以说可以容许的误捕率的上限呢，那黄祥林博士呢是说每10年一头，那 Slotin 呢说每7年一头，不管10年7年一头都是很少的。同学们，我刚刚问你们说，我们台湾的白海豚的族群或亚种，它未来是看涨还是看跌的时候，有说新捕进来出生的有几只？死亡的可能有几只，有谁还记得我们这11年死了几只啊？非常可能是17只，11年17只。请问你看到这个结果，是不是我们真的是这个族群非常危险？实在是不是说如果这11年死了一头 OK， 两头勉强接受，你再超过我们冲到17只，不是开玩笑。所以身上有时候挂有异物或严重的受伤严重的，这些都跟渔业脱不了关系。好，虽然我们有时候跟渔业单位的人或渔业的人聊，他说你有看到吗？这有些绳子也不一定是我们渔网啊，像那绳子也不一定渔网啊。哎，老师就傻眼了，恨不得我们是有这个追踪器啊，在他身上每一只都追踪他一天过的日子，哪里撞到，我们全部都会给清清楚楚的看下来哈。好，讲到接下来第二个。严重的影响是噪音，就是今天我们的最后的一段主题啊、哦，主题。那个噪音呢？比如说这边有个噪音，第一个发很大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验啊、哦？去那个 party 啊，跳舞会啊，哇，声音好大，我要等一下回来耳朵都聋了一阵子。可是这有时候会恢复的，所以呢，会恢复的呢，我们就叫做暂时听力损失，就是 TTS 啊、这个。Temporal 第一个字就是暂时性的哈，暂时性的它的损失。那么 PTSP 第一个 P 就是永久性的，所以你在红圈是永久性的损失。当然我们人类呢绝对不能造成这一个啊，那甚至于在暂时性的损失的时候也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所以说第一就是听力的损失是第一层，第二层就是说哎。他可能有反应啊、不喜欢这声音啊，好吵 那我就要走了，我要走了、要离开他的家乡。那第三个后面这第四个就是 masking， 这是非常重要。就像老师现在很安静，谢谢各位。刚刚老师就觉得听到好多声音哦。那我们这边这个环境外面也在车流量很大，所以这些就会影响我还好，我只不过讲话稍微大声累一点，我就讲了这么两个小时。但各位同学，你还记不记得海豚住在水里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靠什么样的感觉感官去了解他的环境呢？还去找到他的爸爸妈妈，找他的同伴，找他的食物呢？靠的是听觉，对不对？声音跟听觉。所以呢，除了自己要讲话很吵的时候，我要讲话提高声音会耗能之外，他呢也可能听不清楚一个大船经过，或者人类在那边打桩
或者开凿什么东西，砰砰砰，他就什么都听不见了。所以说先进国家像美国呢，他们就很重视会有水下噪音的规范，对于这种住在水里的野生动物呢要非常的尊重。所以早年他们定的是对于这个比较高层比较严重 level A 的这个骚扰呢，定的是 180dB。注意哦，这 dB 也有三种单位，非常复杂，老师今天就不多讲了哈。那么对于长期的 behavior disruption， 就是说这个第一级是考虑到对他的听力有一个暂时性的损失，第二级的 level 就是就是说他的行为有些影响，那定的是160，稍微低一点。那120是说一直持续的一个噪音。那2016年又有变化，他们重新修过，修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我就不再介绍。好，就是一个精神。那这个遮盖效应就是给各位看，好，你在这边在录音机这样被动式的监测，可以听到海豚的声音，这一个声音，然后接下来一个船经过，嗡，你就什么都听不到了。所以这就是好给各位看看，当这边这些都是长长的，就是 click 的声音，可以听到 click 的声音，当一个噪音人为噪音进来的时候就全部遮掉了，所以就这种阻断的效应，有 masking， 有这种遮蔽的效应。好，后面我就跳过。好，我们就直接讲保育行动，到最后是讲到它的这个噪音的影响。那保育的行动呢，这个我们想说既然这么足迹那么小那么危险，所以我们就要画一个保护区。保护区我们简单的呢说有两大类，一种就是重要栖息环境啊，就是野生动物，你前面可以加一个什么动物啊，什么鱼啊，什么海豚啊，这边野生动物它的重要栖息环境，这种属于被动式的，就是比较保守。那第二个呢，海洋哺乳动物保护区，这个在国际上是非常已经做了好几十年非常重视的，就是 Marine Mammal Protected Area， OK， 这叫主动式，就好像国家公园有一块范围，在海里面有块范围是有这样，那我们有自己的处长，有这些巡逻船啊，有这些警察啦，有这个教育科的人啊，规划科的人啊，保育科的人在里面专责单位。那台湾的白海豚呢，我们在2012年呢做了一个草稿，画出这个就是沿着从苗栗一直到云林的外山顶，我们画了一个靠岸的一个范围，好，那包括了我们在海上募集 98% 的募集点，好，不可能100%，因为范围要做太大，因为难做。就算是这样子，我们也是在演你的过程呢，非常的挫折很复杂。我这辈子没有开过这么多的会，还要去召集召集找这么多单位，工业局、港务局、交通部的小组、营建署、渔业署、工研院、台电、环保署、永传的一个公司，就是开发离岸风机的，好，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还有国防部也都邀请他们进来，吵，在一个保育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科学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希望各个 stakeholder 他们都能够支持。所以我们在2012年完成一个草案，当然虽然完成草案呢，其实并不表示所有人的支持，尤其是渔民坚决的反对。所以当时呢，在2014年隔两年，林务局公告一个月呢，哇，马上收起来，因为大家骂死了台湾民主社会就是要透过民主的机制，就是比较没有效率，但是会让大家能够充分的协调啊、沟通啊，一直到最后大部分人要赞成所以预告的前面开22场、9场都没有办法通过。那么2018年，这整个海洋的保育事务呢，移交到了海洋委员会海保署成立了所以海保署成立之后呢，又花了两年，最终终于是去年9月1号通过了。那么各位有兴趣也可以查他们的网站有介绍。也就是从苗栗，那基本上范围就跟我们画的以前一样就是画的更漂亮一点就是一样。OK， 苗栗到外山顶。好，这一章呢，我特别重视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成立这个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在海里是第一个，好，又是跨县市的。以前呢，某一个县的如果说是他的，他就可能这是我的，就很县长就赶快下令我们要做什么。现在跨了好多县。这每一个就是很头痛到底谁管，谁要来做什么事呢这也是还是说全部都是海保署的事呢这未来还有的沟通那么
我们这个重要栖息环境呢，刚说的被动式，什么叫被动呢？就是基本上维持现状，意思就是说渔民可以继续捕鱼啊，过去的事 OK 继续。好，这样子的话，大家反弹的力量就比较少。那我们要减缓冲击，意思是说既有的冲击你必须要监测到说真的是很糟糕的话，那我们就要来做一些管理的措施。还有对新的开发，好像现在有新的离岸风机啊，或者是光电啊，什么这些绿能都要发展，都在海边要做事情呢，哎呀，这个环境影响评估啊要重严审查，要确认再确认再确认你对于中华白海豚是没有影响的，这样懂吗？OK， 所以说这被动式，可是呢，好，我再说完这个，就是说，当然这件事情成立了重要栖息环境以后，在消极面呢，主管单位也就是海保署呢，他就很辛苦啦，所有的这些西海岸开发的案子都要到那边去申请啊，那个他要负责这个并负哦，对不起，这负打错了，负对啊，负责的负啊、哦，负责审查啦，要准许啊，驳回的责任，业务量庞大。那积极面呢，也就是说至少有这个栖息环境的这件事情，他们可以来推动来划设未来的保护区啦，或者做进行监测研究跟经营。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大陆呢，也时间有点不太够，我就简单的解释跳过或者先带个头。来，我们看看中国大陆，香港1996年就成立了一个沙洲龙骨洲，中国大陆呢目前成立7个保护区了，海洋保护区清单在这里。那我们来看一下香港这里是他们的这个香港岛在这边啊，这边是他们的后来盖了一个飞机场在这边，大屿山飞机场，因为要盖这个有很多的钱，所以他们后来政府在这边盖了一个迷你型的保护区。你看看这个地方是香港的近，就挨着珠江的这个地方就中国大陆啊，它这个只有12 km 平方公里。好，那么香港在这个地方小小的，这边是珠海，那么就是由这个中国大陆呢在广西珠海这个地方呢，这个又盖了一个这么大的保护区，还分了3区，他们的区呢，你可以看到好大的水池可以养，可以救助鲸豚，然后有他们住宿的研究室啊，还有国际会议厅啊等等，所以真的是像我们国家公园级的啊，我这超羡慕了啊。都快十几年了哈，可是当然他们要筑港珠澳大桥的时候，就直接从香港穿过这个过去啊，独裁的社会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啊，大家都不可以讲话，就这样做了。然后厦门我就不多讲了啊，厦门，那么最后一张这是在这边，台湾隔着台湾海峡跟大陆香港遥遥相望，那么他们这边就有厦门这边就有一个保护区啊。这个香港是小小的迷你型的啊，大概12区要2个0，这是公顷，1200公顷，就等于12平方公里。那么珠江呢是460平方公里，厦门330公里。就算中国大陆现在很有钱，也只不过做到400、300。台湾的这一片有多少？760平方公里。当然有一些保育人士非常的关心，说怎么可以保那么小呢？它出现呢，应该从淡水划到高雄。各位同学你就可以去思考一下啊，淡水到高雄可能吗？现在760都做得很沉重的感觉。好，那么面临的威胁，哇，洋洋洒洒这张啊也不可能讲完，大家看看，好可怜的白海豚，吃食物不够，栖地破碎，机器也影响啊，暖化啦，基因窄化啦，噪音等等这么多啊，那当然责任是谁啊，很难厘清，你推我我推你啊，推来推去，总之要做完。哎，现在推到海保署了，那就看海保署未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那我今天呢就挑出一个噪音干扰啊，噪音干扰就是这样，离岸风机，不知道各位听过没？那离岸风机呢，在我们台湾，好，这个是假设它风力啊，颜色是越白的呢，风力很强 ，wind power density 啊，每一个平方米呢有多少瓦特的力量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台湾呢，听说是全世界台湾海峡这个地方是全世界3大风场之一，风场，所以我们有这种能源呢，就要好好的利用。所以我们政府呢，从马政府到我们的这个蔡政府呢，就提出迁架风机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浅色就是白海豚会出现的地方，水深20公尺之内的，
就在这里，有没有看到？水深20公尺，这个蓝色的呢，水深50公尺，所以基本上离岸风机就建在这个20到50之间，只有早期的几个示范风场是在20以内。那么最大的就是大于50公尺深水型的离岸风机。好，这个千架风机的意思呢，就是大概有1000架。这下面就是陆域的大概400只，目前都盖满了。现在海洋的呢有600只，好，600只。那希望2025，那现在是2021，还剩4年啊，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哦，很挑战。啊，那总之我就最初通过的时候有3家最靠岸的，就是他们是示范风场，政府奖励啊，苗栗1家，彰化有2家，就政府呢补助你一根柱子，补助你2亿，两根柱子补助你4亿，所以听到大家去竞标竞争，就这3家得到这个示范风场。那之后呢，政府呢就开始哦，每个海洋画块块，好像梯田一样啊，一块一块，每个编号给大家去标。所以呢，在这个3、4年前呢，大家就各个厂商竞相的去每个地方做调查。所以因为有这一调查，所以我们海洋的资料才好像一块一块一块拼出来的。好，那么我是把海豚的放在这里，白海豚在这边，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目前跟离岸风机会跌到会靠到的就只有少数的2、3个风场，其他大部分都是，甚至于这个最靠的这一排呢，因为环团的努力跟背阁全部删掉，移到外面3公里之外。好，那么到底它的冲击量有多大呢？好，来用一个简图来表示。我们看看一个噪音，它最重要的冲击就在打桩啊，在建设的时候，一根柱在海上要砰砰砰打下去，声音是很大的。那当这个大的噪音如果一下子突如其来，让海豚聋掉了啊，各位，你上过一些课，你也知道说，假如一只海豚聋了，它的命运是怎样？就是死亡。对不对？他在海里面主要靠他的听觉，所以说我们最就好好紧紧守护着，绝对不能让他听觉受到严重的损伤哦。更严格的，甚至于暂时性的都要非常小心。那有些甚至都是拒绝暂时性的这个听觉损失。那这是叫直接的 ，OK， 直接的就是声音过来啊，它会经过一个 transmission， 所以这边就要靠水工专家啊，比如说台大有很多的水工的专业的老师，像陈其芳教授，他们噪音经过水底，它怎么传？它不是这个线性式的，非常复杂，经过底泥、不同的水团、不同的深度，它传的速度都不一样。那要模拟出来说，那个声音传到海豚可能听到的位置，它的家乡是多少？这是非常重要。那到底多少又是一个关键值？那另外一个间接的，也就是说，这个声音可能海豚并没有把它弄聋了 ，OK， 也没有把它的听力减少了，但是呢，它可能造成那个地方的鱼类啊被弄死了，被减少了，让海豚没有饭吃了，所以是间接的影响。好，所以说离岸风机对鲸豚的冲击呢，主要就是看它负面的冲击，就是打桩是一个关键的打桩的噪音。那另外，在打桩的时候，你把噪音这件事冲击管好之后呢，接下来运转，有人很担心，可是运转的风机是在上面，在空气中的声音呢，基本上经过一个水的界面是传不太下去的，所以这点不用担心。可是担心什么呢？就是说它在运转的噪音是属于比较低频，可能对那附近的鱼类也许有点影响。但经过了这个邵益达哈海洋大学教授研究，它影响的范围非常窄，也许只有不到100公尺，甚至50公尺范围，一个机桩的50公尺范围影响不大。那比较要注意的是海船运，因为有发展这些有这海上的这些工程啊，或者运作，这个船来来去去有很多噪音，所以这个要注意。当然，除了负面也有正面，譬如说，这个桩在下面有各种结构，是不是会吸引鱼类成为一个人工鱼礁，增加它的鱼类资源？那我们来看一看。好，那我们要减缓措施，当我们讲到环境影响评估的时候，就是你要做一件工程，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些事情来
第一个当然尽量不要做啦，可不可以换位置啦？如果都不行要做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来减缓它的冲击？那冲击有五大项哈，那我前面就走快一点啊。第一个区段，也就是说你要了解它的冲击的影响的一个化成，以那个为观点画一些区域，比如说这个噪音的影响呢，我们环保署呢在两年前2017年啊，过得好快，已经是不是三四年前，2017年底呢，环保署终于公布了我们的规定，是水下的这个噪音呢在打桩半径的750公尺内，必须降到160 dB SEL， 这是某一种单位。好，那定下来就好了，所以大家就就注意一下。好，那么另外呢，地方呢也要看，比如这是一个示意图了，这是一个苗栗在这个地方风场。好，那我们研究团队在这个地方有很多资料，就做出一些用一种模式去分析，颜色越深的就表示它的核心重要性越高，表示海豚比较常出现在这边，所以当它打桩的时候，那靠近这核心的地方呢，这些呢观察员特别特别的注意，要特别看好有没有白海豚，那如果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比较放松一点，对不对？还有季节性啊，事实上我们发现没有季节性，因为海豚就住在这里嘛，它是一个居留者，天天都在那儿，就是游来游去，你有没有看到它而已，所以没有差。那日夜吧管理呢？那我们也发现到，就是说以水下声学发现，24小时呢，它好像早上比较活跃，哦，中午就跟我们是不是跟我们一样不晓得了，睡午觉休息一下，傍晚再活跃。所以打桩我们会建议说早上9点以后，哦，不要太早，哦，让他们可以专心比较安静的去很 relax 的去吃吃饭啊，休息一下。那音量的控制，你可以用第一个桩用小细一点，就声音比较小，第二个缓启动就慢慢打，先打慢一点，打小声一点，然后越打越大声，越打越大声，最重要是让海豚有足够的声音它可以游走。甚至有人说可以用先导声响，就 pinger， 是在你要打桩这次之前先有一个先导，好像，哦，我们要丢垃圾了，少女祈祷音乐一来我们知道垃圾车要来了，这有人也可以建议这样子啊。那还有甚至于减噪措施，就打桩的声音呢外面给它弄一些泡啊，或者是怎么样封闭起来，让它的声音不要跑得这么远，哦，这件事最重要，老师特别弄红色的，就是说第四个，哦，前面都做了，最后当下在施工的时候，我们要一圈人啊，这些鲸豚观察员专业有热情，有 commitment， 有这些人呢在这边围成一圈，好好的观察，当要开始要施工之前半小时，哦，开始每一个观察员看附近有没有鲸豚，进空，确定没有海豚在附近，才可以说 OK， 他开始慢慢的缓启动，小声的打，慢慢的打，然后越打越大声，越打就慢慢就 full power， 好，全力这样下去，那这是最重要要做的 OK。 那最后一个就栖地的富裕，刚刚说了这个桩下面也许有人工鱼礁的效果啊，真的吗？有人说这个人弄了鱼也不是海豚食物啊，也没有用啊，所以大家吵来吵去，总之有没有效果？来，我们看看欧洲的，德国的，美国的，都有一些初步的一个研究，发现到离岸风机旁边这那个机桩附近真的会增加一些海洋生态系、海洋食物网的一些这个像贻贝量啊，各种生物都增加了，好，有人工鱼礁的效果。好，接下来我们看台湾，就是台湾第一手资料，感谢邵广昭研究员啊，他们做鱼类调查的，在苗栗我们的第一个风场呢，在2016年的秋天就秋天九月就打了做了，然这是他的那个示范风机两只，那么一年之后呢，这是 August，yeah， 我记得是秋天，希望我没有记错，总之他们后来去调查，看这个照片以图为证，这个潜水人员，你看看。是不是好多鱼啊？哇，这好像这个金线鱼啊等等都很好吃的啊。那你看到这些鱼呢，渔民也很聪明，当然也知道，你知道海豚的可以吃，渔民更是知道。结果再隔7个月，就在隔几个月之后就变这个样子。这什么网子去，就像一个魔网罩上去以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各位同学，你有没有看到当这个离岸风机呢，它的正面的效果是要靠我们要用心的去维护，在营运的时候，第一个维护
渔民渔网不能进去，万一有渔网缠绕，我们要把它除掉。如果能做好这一点，是不是最后一章问问海豚跟离岸风机是不是有可能共存共赢的机会呢？就有同学们你去想了。那前面很多的珍贵的资料要感谢很多单位啊，这个支持老师这辈子哇，真的是很感谢这么多单位的支持，还有我研究室很多的志工啊、学生啊、助理啊，前仆后继才收集了这些资料。那最后我们来看一段这个离岸风场的介绍。大家可以看到是很辛苦的。刚第一位在讲话，那就是他们的董事长。听说他当时在现场啊，那个第一张那第一支装上去之后，他现场几乎快要哭出来崩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所有的开创很多事情都很困难。像各位看到那个海上工作的船是由外国特别请来的，一天呢1000万起跳，不管你有没有作业，不管台风来了或停在那里了，他每天1000万就要丢到海里去。所以当初我刚刚讲示范风场的时候，我们政府呢补助一根柱子，听起来2亿啊，要是你我听到2亿，好高兴哦，哇，好多钱哦，我们当然要去做，对不对？然后这些业者他们初步的估算呢，一根大概平均装好4亿吧，我没有记错的话。那这样的话，哎，政府补助一半呢，哎，这划算哦，所以很多人都去竞争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当上委呢，这个第一个做进去这两根呢，他总共花多少钱呢？花了44亿，10倍，所以他们公司差一点面临破产，后来又到处借钱才熬过了那个事情。所以任何一个新的行业开发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台湾呢，那个我们现在对于环境生态越来越重视，也希望这业者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要多一些沟通，让他们了解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企业。所以为什么在座同学你们很多也不见得是学生态学保育，我希望你们上了这个课有一点点感觉，以后你们长大到社会上任何的，不管是任何行业，好，当我们在这个环境，大家共处在这个环境里面，也要考虑一下大自然环境的承受力，大自然是不是也能永续的在维持这么好的环境，海洋跟陆上森林都是一样的。